来认识影派。我还记得当年演出盘青时的一件事，那时我才14岁，因为戏里的帽子卡得头痛，演出还不到一半，我就痛得抹着眼泪走下了舞台，闹起了罢演。当时我还不知道影派这顶帽子会从此和我密不可分。多年后当我重演盘青时，头上戴的居然还是那顶箍得紧紧的帽子。这时我才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顶帽子，它还是一份责任，一份再也不能随意抛下的责任。盘青让我真正走进了影派艺术，盘青让我真正懂得了传承的责任。
哎，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娘子的为人真果寡，好似庙中的观音，你呀菩萨，曾替我千言万语去劝慰，他待我何曾说过三句话？事情虽小，虽伤亲，也何止惆怅不能嫁？难道他临花欲饮尽？难道我何处得罪了他？我也愿随心呀，相公答应他来了。听得娘子一语红，好似灌浆苍龙，望娘子施恩。既唱夫妻何必客气？喏，我待他饮啊情里，他总是何必客气？唉，我只得宽宽心，哎呀奶奶气，慢慢走他家逃亡哪里。啊，娘子亲来见礼，家务上礼不请也罢。哦，亲手随便说吧。啊，娘子此言差也，上上交往总有礼节，你我虽是夫妻，礼给相亲之宾，你我举的是说同大礼，你见面怎么连个道理都不讲吗？是此次就请总监一礼。哎呦，有礼奉吧，有礼奉吧。啊，娘子请坐。动手。素日不见娘子，不知玉体可爱，银子可好，丫鬟可听使唤？见体无恙，不劳操心。你留香请我来到花园，不知有何见教？娘子，我看你总是在厨房中，只怕要闷出病来。
看这里胆鬼飘香，明月皎洁，故而到北小山，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俺娘子，请隐居。你不是早赐我不为隐居的吗？这，不知晚以后要是寂寞要是我要为王去了。哦，娘子，你我虽是夫妻，却也难得聚的，今日既已到此，以后必见于为王，晚请娘子再坐片刻。这请娘子，你思来母家已有三月，我看你总是愁眉不锁，不知如何心事啊？我哪有什么心事？哎呀呀呀呀！娘子正说平母心事，这双眉紧锁，长须短叹，岂是瞒得了神呢？啊，娘子，到底与我你难之事，万事与我讲明，我也好为娘子奉与解愁呀。你可知个人生于常事，非常事与非常心，这非常心你何必此？虽然是个人事与个人。可知道夫妻原是两两子，娘子心中有非常事，只怕难瞒我两原事。听他言语长吟诗，难道他话中有错字？娘子不必一沉吟，若是要吹破你心啊事。你不是蓬莱仙家子，何必往事费心事？就让我今日全当仙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你不诚信，你不怀察情，他阴生子，压关是梦不察此，
你来起呀，你身受委屈奈我情痴，灵堂子生在高明为夫人，岂为得妻呀小辈舍里一次。啊，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言语得罪我娘啊子。灵妹彻夜与宝石赐，我一般今生一太无知。莫不是你为人高风心不坏，愿有事为下在工厂啊贵子，富贵荣华早尽，何劳云呀操心事。阿嬷阿嬷别有子，姻缘不缘配鸟死。切，王位是高官文字，是我好高兴。动不动家老爷呀太关心，难道你我别有私？孝顺并无私意，娘子休要生气。不是蓬莱谢家子，今日里难猜娘子的心中事。唉，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家子情妇王啊心，夫妻何妨应相共，生生死死在一起，我夫一起无事，一起与事来，我夫妻的是今日你所情在的女儿是女
老师还在，就是很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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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去美国求学之时，我都没来得及向你辞行，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很多年后我才听廉颇老师说，当时你没有埋怨我，而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让他出去学学也好。特别是在你最后的日子里，我都没能赶回来与你见上一面，这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和终生遗憾的事。离开芳华十年后，带着对你和影派的牵挂，我回来了，回到了芳华，回到了舞台。每次上台，我都会想起从前你对我的教诲，演戏要用真情，学戏要博采众长。我还记得，为了让我能学到更多，你请来其他流派和剧种的艺术家指导我的表演。你还告诉我，如果有机会，今后一定要向岳美缇老师学习牡丹亭。可在你生前，你的这个心愿我却没能去实现。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亲爱的老师，当我在拍摄越剧电视剧《牡丹亭还魂记》时，我真的请到了岳美缇老师，请他来当我的艺术指导，教我表演和身段。牡丹亭让我在跨界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了进步，牡丹亭让我体会到了你当初要我打开眼界博采众长的一片苦心。柳梦梅，我凭梅花恩赠，听说后边有一座大花园，无人游赏。
为此我一力而来，已是喜了下了。好一股葱翠的门，可惜到了本家，待我进去还来。那是一副画子。哎，这岂不是居库九大的观音塔寺吗？哎，怎么会埋在这里？哦，待我代为所王顶礼供养，岂不是好？
来陪读，露出一对小绫波，不见厕所恰为何？银笛自悲观世音，仔细别人想参我。家里呀，鸡飞凤雨飞仙，凤丹青你是何方美娇啊？我梳妆开门迎夜霜，此生何处相见？还有小字书号，哦，原来是绝句一首，情度分明思念酸，缘关自在赏飞仙，他念得吧算功课。我二人情同意啊，终身恩同分明是美人赠予是花朵有真情相赠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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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爱情尚且天天涯，小姐呀，你心有灵虚，一天痛苦之路不必解人，定力一般，纵说你不能化众人，也跟。传说把心动，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年的吧，算公卡不在美边才留边，不在美边才留边，不在美边才留边，不在美边才留风采和你创造的许多舞台奇迹，我知道大家谈论的最多也最难忘的是你和袁雪芬老师以及其他越剧姐妹们联手出演的那出山河恋，特别是1979年你们在文化广场重演时的情景更让人感动，当时你已经有病在身，连台步都不能走了，却依然坚持站上舞台，和袁雪芬老师一起又一次把送信
献给了热爱你们的观众。老师，你和越剧姐妹们之间真诚合作的情谊，其实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些后辈。我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和袁雪芬老师的学生，我的同学方雅芬同台演出，把你们的这段经典之作好好的再演一回。我一直期盼着有一天我能与他一起演出《山河恋》。好多事陪
恩，故所以万众孝素一封，他要我送与无罪偏相亲。想他你带风行，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夫君交与我，我替你送与谁心疼。我不是死心，是苦心，苦心的泪呀，我记得心。这封苦信要当心，多苦涩与那旁人听，拆我的苦，杀你的心，答应了去送要随心。向天学，我无爱恋，杀心啊爹啊啊爷妹呀，我怀你，你不知我想你。我你失望，你不回答，我你说的全是非敷衍。啊爷妹呀，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别是你可分叫我啊啊你，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对呀，你若真好相爱，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看到我和方亚芬在台上真正的演绎山河恋。亲爱的老师，我心里一直有个秘密，从没告诉过你，那是我到了美国以后的事了。我常常梦到你，常常梦到我在舞台上演戏，但每次我不是忘了唱腔，就是忘了唱词。可有一回，我在梦中的舞台上却一点都没出错，那是我梦见自己在演贾宝玉。你一定记得我毕业后演出的第一出大戏《红楼梦》，那是1986年，你带着芳华回娘家，回到了上海，连演30多场的《红楼梦》常常爆满，每天晚上你都不顾行动不便，坚持上台待我谢幕。那时候只要有你在，我就不会害怕。后来我听一些老戏迷说，他们盼你回到上海的舞台，已经盼了很久了，所以就算你不能登台，看到你教的学生站在台上，他们也还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来表达他们对你和芳华的热爱。甚至到了今天，这些观众对你的爱还依旧不变，而且把这份对你的爱还延续给了我。《红楼梦》让我梦想成真，《红楼梦》让我魂牵梦绕。Thank you.
二爷，对不对呀、啊？对，对对对。二爷，那你该赏赏我了吧？明天赏你一吊钱。谁没有见过一吊钱？哎，二爷，那只像样的雕刻的赏着我吗？哎，二爷，那只红包也赏着我吗？给的你拿去，这红包是林妹妹赏着我的，谁也不许拿。拿来，拿来。老爷却不许我的，我今天偏要到他一个赏花呀。四大宝贝君玉是难得稀罕，千鸟妹妹哦，原来是都在这里用功呢，这样一来呀，可要算功这归了你。你取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旷古名文玩缺的八股文章。你玩的真些呢？但是那些书，那是什么书呢？玩不成章，叫我看看。林妹妹，我在这里看这个书。治疗荒谬以外，别无一生之道。请你看，我是不怕的。哎，好的，可不许告诉人啊。嗯嗯，真是好文章。你要是困了，嗯，连饭都不想吃呢。妹妹，哎，林妹妹，林妹妹，好妹妹。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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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细香气。妹妹，我是个多才多病啊。
马妹妹，我上回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好妹妹，你明天替我做个香袋，好不好？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你送我香袋，我也送你件东西。喏，这是北京王送我的，是王上赐下来的呢。那什么村人拿过的？我可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东西，我看的香袋，要。我要香袋，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好，往日今日有人为替你做的，人家比我有为做有为行，还有什么金杯有的？你又来了，你这个人啊，难道你亲不见树，后不顺心，也不知道？第一件，我们是姑舅姐妹，宝珍姐是两姨姐妹，人亲戚也比你远。第二件，你先来，我们两个一桌钱一长人，从小一起一长大，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哎呀，切！谁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怎么伤上了你？我为的是我的谁？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生年桃花香。
妹妹，你的身子好了没有？我们好久不见了，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李妹妹，宝玉，宝玉，你要温重点啊！李妹妹，今天这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妹妹呀，我好不容易要开恩，叫细心心说别了自疼，把家计从山寺东院到寺西院里，今日也将你辞散。我此生得去林妹妹，心似灯花平山开，望着平山一别。寒夜挑灯把米炊，天香平里观素望，不月谁应大苍台，从今儿巧女与娇音满身纹，四道团岁分不开，这阵子银红水破终于断，与郎子我嘛，何不用这些石头呢？林妹妹，兄弟，哎呀，宝兄弟，宝兄弟，做新郎总该懂文字，先啥的新娘去待婿，多生。谁愿谁问莫团聚，老祖宗都是为你好，是啊，小生乃是第一子。我傻，我傻你倒真傻你，不把我的心都交接了他，枉为对他不闻声吗？我爱他今他都来今日我朝分析进去一生里把脸高朝化作鸟子子宝佑不厉害，我你俩相敬是宾大把人，这才是父母之心不负为宝佑来。宝玉，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这都是为你好啊。那为什么？这就是好了。李妹妹，身上这红给的啊，你也是我
你。
还有一句心里话呀，是你说，你说。是一条街，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也好呀，同你下来心口心，我咋也能杀相见，死了也苦伤痛。
恨不能隐匿，我几句是不能无言无你情，唱过
你快回去吧。回去，回去吧。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离不开越剧，离不开影派，也离不开曾经支持帮助我的老师、伙伴和观众。老师，你知道吗？影派越剧艺术现在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也幸运地成为了影派艺术的传承人。老师，我希望你在天堂能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演出。在此，我要对你说一声，感谢你，我最最亲爱的老师。